哟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全国榜二、山东榜一的植物二诺哥吗？单排国服最强大师。过来搜一下对手的数据，我靠，6500分战神了，快，整整快比上榜数据拉扯了1000分啊！偷偷告诉你，兄弟们，我已经被植物二诺哥打了4-5回了，第一次侥幸击杀，这恐怖的淘汰分，我操，整整快多了3000。由于咱们也是挑战用 A 阳的六指键位，准备上战神啊，打的已经不用再用运营这两个字来说了，真的是太狗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去秃头山下面那两个刷车点。我开伞，这把竟然没给我刷车，完了完了，这边还有个同行，我去，赶紧去房区捡枪呀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运气也太好了吧，这个同行竟然捡到了一个蹦蹦在撞人机，于是我就开启了我最快乐的时光，坐老六，按兵不动，等他舔包，爽呀，兄弟们，还是那个感觉，拿车来到我们山洞小别墅去来狗分啊，我以为今天有海岛龙狮城呢，没想到今天没了，我靠，兄弟们，泡面给大家推荐一个版本之子 S12K， 想过在团境遇到过那些拿 S12K 加滑铲的人到底有多猛吧，兄弟们，而且出了一把特效枪 S12K 的，并且把它的弹容量扩散到10发呀，光子也是真正的把它加强了，兄弟们，哟，这野区还有信号枪，哎呀，这我老家是真的肥呀，毕竟我也是刚练习 A 阳键位的第4天啊，打的还不是很好，防区我是一点都不敢站啊，只能来到一个圈边打一手信号枪。打完信号枪的同时，这海岛莽夫他就不乐意了，直接开车就过来抢了。正当我万夫莫愁的时候，完了要给这个人打近战了，没想到哎，他前面又出现一个人，哎，丢我丢我丢，兄弟，这海岛要成度假岛了吧，无处不在的老六啊，一看这个老六刷屏了，我乌哥直接开着他的金蹦蹦前去过来给他较量较量，结果还是我想象的一样，乌哥直接把他淘汰了，不愧是全国榜二山东榜一啊，完了兄弟们，他要回来干我了，风烟啊，这压迫感，兄弟们不要慌，没事，咱们手上有雷，一颗雷炸不掉你，我们再丢一颗，再丢一颗，再炸不到你，我再丢一颗，侥幸侥幸啊，侥幸击杀全国榜二啊，兄弟们，7-0好战场，咱们的空投也落地了哟，P90，兄弟们，一把喷子一把P90，我操，这把必须吃鸡啊，近战我输任何人嘛，拿上全国榜二的压迫感战衣，兄弟们，开上他的金蹦蹦走，全图妖人，当我全图找憨憨打的时候，兄弟们，我怀疑这个人开了一个透视，为什么怀疑他开了东西啊，咱们接下来看，此时他已经下车扫我了，这一波没问题，我准备开车走，同时我在这个山上的树林里转了好大圈，而且还有很多树，他根本是看不到我的，而且我刚好看到这个房区在圈，准备转一手舔，注意听，他直接扎到我近点了，他刚下车是不可能直接听到我们的脚步的，而且这个大仓距离较远，这个大仓的距离是非常远的，而且他的一颗雷差一点甩我脸上，当时我是没有露任何的脚步的，只是拔了一颗雷，当时我已经慌了，兄弟们，赶紧和他打拉扯，我那个位置已经不安全了，注意听，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拉到这个集装箱的时候不是走的，而是跳着，说明这个脚步是不可能露的，他直接锁定我们的位置，我果断给他塞一颗顺风雷，但是没有炸到，注意听，好家伙，拿个小偷就来抓我，你真牛啊，泡面泡面什么呀，人家只是听声辨位比较准，同时在打高端局，我也是不敢莽，决赛圈才敢重拳出击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，这就是 S1K 的魅力，什么 MG3 什么 P90 啊，通通坐下，此时我们占着巨大的优势，因为我们在最高点，后面有人想封烟进圈，我们果断给他塞顺风雷，注意听，他已经拉过来了，不能给他机会，没碰到赶紧往回缩，我丢，兄弟们，这 S1K 不给你吹牛逼，打单排进站，哦，真的兄弟们，这 S1K 给你打进站，我操，真的没谁了，什么 P90 MG3 狗杂呀，在我喷子面前众生平等，注意听，这个人由于我的决赛圈太自信，封烟干拉别人，拿上 1K 就去过去干呀，真的无语了，兄弟们，看好这波操作，真的水，这 S1K 打远距离不行呀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我才刚练 S1K 第一天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兄弟们，回家遛魔去了，哎，太菜了。